往生的条件完全在信心、愿心、真心、真想去，这个条件就具足了。可是话说的容易，真心真想去的人还真不多啊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做一个测验，你说我这个念佛堂7天就往生，不要说多，7天往生，招大家来念佛，你看看能不能招到几个人，就告诉大家到我这来7天就要死了，看有没有人敢来。所以口头上说往生容易啊，真的要往生的都把人吓到了，不敢去了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，真心真求往生的人还真不多了啊。所以真佛子不多，假的多，真菩萨也少，假菩萨很多啊，到处都是啊。这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更重要的呢，是要回光返照，想想我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我是在哪一边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这个真的他真放下了，只要还有一些没放下的，那都不是真的啊。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他的，你看他想什么，他说些什么，如果还想一些想的不相干的事情，说的也不相干的事情，那就不是真的啊。真的怎么样呢？他就想一桩事情，阿弥陀佛啊。你问他还有别的想呢？没有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。其他的一切事、一切境、一切缘，统统随缘嘛，没有一样不好嘛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啊。对一切人事物的关心也都是多余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过人有过人的业力啊，过人有过人的愿力啊。哪个力量大？业力要超过你的愿力，你还继续搞轮回啊，念佛也不行，也不能往生。如果愿力真正想去超过你的业力，你决定得生啊。这个权操纵在自己手上，不在别人呐啊，不是阿弥陀佛做主宰啊。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条件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来啊。啊，菩萨大法船来了，你愿不愿意上去啊？愿意上去的他多了，不愿意上去的还要搞轮回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操纵在自己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。佛菩萨做不了主啊，上帝也做不了主，阎罗王也做不了主啊。谁做主？自己做主，这才是真的啊。世尊在经典在在处处点醒我们祖师大德时常提到我们要真信，
要切愿啊，能不能往生就靠这个。至于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念佛功夫前身不是念佛多少，与这个不相干啊，但是这个可以做助缘，它不是主要的啊。那主要的是什么？主要在你放下多少，这个要紧。如果真的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，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天念个一句十句都可以，都不少啊，那真是古大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啊，他那个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的。我们念一万声念十万声未必相应，人家一念相应啊，所以效果非常殊胜啊，道理在此地啊。